恭喜 Jeremy 獲得生力軍，嗰首金獎，係 thank you。人生一只可以獲得一次嘅生力軍，係有咩感受？我 feel 到你好激動之餘，仲有啲咩感受？好感恩啦，因為其實好啱啱唔記得咗感謝全民造星呢一個節目，因為唔係全民造星，我冇可能企喺呢個舞台上面，同埋攞到呢個獎，所以好想多謝全民造星，令到我可以出道。咁好想多謝好多人，同埋都好想多謝花姐啦，因為係花姐同埋老三俾機會我入到 Mira， 都好想多謝其他十一個兄弟，因為係佢哋十一個幫我一起完成咗我想成為男團嘅夢想。咁所以今日以個人身份攞到呢個獎，我覺得佢哋都好重要對於我嚟講，因為我覺得冇佢哋就冇我啦。咁佢哋都好支持我今日攞到呢個獎咁，所以真係好多謝佢哋。過往呢一年 enjoy 做新人單飛嘅感覺嗎？當然好 enjoy 啦，可以做到好多自己想做的音樂，其實很難得的，所以很多謝公司給這麼大的自由到我，還有都很謝多謝 fans 一路的這麼支持，這麼期待這件事的發生，所以是很感恩擁有這一刻，擁有這個獎。有沒有什麼想跟家人或者朋友講一下？是的，我都想跟家人講，因為尤其我媽啦，因為我媽以前不是很支持我做這一行，但是她見到我繼續堅持下去，好到依家好支持我，所以其實好多謝阿爸阿媽，佢一路都咁 support 我啦，同埋其他屋企人都係啦，朋友都係啦，咁所以我希望今日攞到呢個獎可以令到屋企人心安啦，我可以。我諗佢哋都好放心啦，無論組合定個人生涯都有好嘅成績。希望可以俾到更加好嘅成績佢。咁希望喺過日後之後可以見到更加多張榮美嘅作品啦。Thank you， 恭喜曬，恭喜曬。Thank you，Thank you。